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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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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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秋天是忽然间就来临，青春虽然有本钱可以洒脱，一场恋爱22个月后结束，才知道有些感情不值得赌。9月天气还是有点热，搭上公车再不来就走一走路。他开始明白等待未必有结果，一个人也能走上梦的旅途。他今年农历3月6号好刚满22，刚甩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，却发现许多烦恼要面对。他常会奢望能回到那年他12，只需要好好上学生活，但却没有愁。他就像一朵蓓蕾，人生偶尔会走上一条陌路，像是没有指标的地图。别让他们说你该知足，只有你知道什么是你的幸福。他常会向往能回到那年他12，只需要好好上学生活，但却没有愁。他一直满怀希望，他笑着想过未来，哦，他应该得到幸福，如此的简单的梦，有没有实现？